我的娃娃掉了，把它捡起来，放石板上烤着吃。烧火，开始高端的食材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看见没？这个娃娃已经裂开了啊，可以打开了。这些是眼睛糖果。软糖烤好了，这条谁吃呢？真香！哎呀。